Oh shit, dude. That's a brand new car. Wow, I can feel the heat in here. Oh, that's a Tesla, dude. Oh shit.没有，我们小区店面上起火了。这你说能说那边？他的就是一个车吧？现在不是一个车了，马上那个车都能坐到那头。这个电瓶车都就在旁边都坐过了。啊，这旁边都坐过了。对，那大牌大车都旁边的个人都坐了。看起来这个电瓶车充电还是怪危险的，不过讲这个要电瓶车不要在楼道里充电，这充电就是怪危险，这在楼道里边更不容易发现。打120，打120就叫他打。对，叫他打去。对。